is good at cake makeup. Heels on to kill, we're gonna let the party turn away up. Yeah, 现在又要出发机场了。今天呢是要去机场接我妹妹，她跟她男朋友来韩国玩。我等一下接到他们之后呢，就先出发去仁川吃个午餐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见。你们很慢呢。拍一张穿裙子。耶。喵。晚了。这里帮我卖了。他们会攻击他，他们会攻。现在吃完饭，快速的来一家咖啡厅，仁川海边附近的咖啡厅。都坐满。我们的汉兰邦饮料，然后还有一杯冰美式，好可爱的。它就是海边，然后它这个边算是这栋楼的一个顶。然后这边的位置就是弄得蛮那种度假风的。马普区的酒店，网络上评价好像还不错。OK， 地陪的行程之一就是地陪现在要来领礼物喽。来开箱我的东西，不要演。耶、景还不错，外面就可以看到马普区的市景。这是我们的湾。其他这个比较问他好不好？韩国没有牙膏吗？欸、但是这个很好用哎。我妈妈也喜欢。对啊，这个是我的爱。你说黑人呀？你看，妈妈要给欧巴的零食，凤梨酥有两家不同的凤梨酥，两个人办完入住，现在要出发回我们家放个东东，然后呢再去看樱花。大师级的刀工。
今天好累哦，奔波一整天，准备去汗蒸木一下。他不让回家休息。有我这么敬业的地陪吗？你说说。进来了，叮叮。嗯，里面就是很多地方可以躺。啊，这边有吃东西的地方。我抱一个呢。买了一个甜蜜露，我们的鸡蛋，还有一个冰淇淋。蒸完32度的就很狼狈。真的是蛮好吃。喝了一个甜蜜。我可惯了。现在吃完了冰淇淋跟鸡蛋，我就要继续去第二波。再来一个81的。这边9点结束，我们被赶了。这里到9点而已。Hello， 现在要出门去吃早午餐，又是异地陪上线的一天。带着一对情侣出游。已经都有一些都变绿绿的，绿绿了。转场突然来到了北村，因为我妹的男朋友他就是没有穿过韩服，所以今天就带他来体验。殊不知间超热，然后他们本来说什么穿完要走去景福宫，然后穿完就被我说附近的小巷弄拍拍照去喝咖啡，因为今天太热，超热，全身冒汗。然后就是在景福宫附近，北村这整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租借韩服，他们今天选的这家就是。衣服还不错啦，拍起来是很漂亮，因为我们当初是在 Instagram 上面看，就是质感蛮漂亮。对，但是环境就说租衣服的地方环境没有到很大，整体来说衣服上面。
这边还在拍。晚餐，嘻嘻，吃完饭，快闪来逛现代百货，来撒钱喽！来撒钱喽！哇，这么凶！很吵闹的三个人。高尔夫的用品，人家练很厉害，因为这个很可爱，做完20分钟就可以去。也有车钥匙的，也有 AirPod， 还有手表表带都可以跟文字。谁说不来？跟我在欧洲吃到的味道很像。嗯，好吃哈，看起来很舒服。嗯。到了送机的时候。
粉这件